大家好，我是李延廷，然后这位是我的先生周伯俊，我们来自银硕建筑马来西亚有限公司。首先非常感谢 JCI 创造这个那么美好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在这边和大家一起见证所有企业家的成就。非常荣幸JCI 评委会对我们的认可，让我们这一路以来艰辛的付出、艰辛的努力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肯定，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拿这个团队奖还有自尊夫妻奖，也非常感谢所有顾客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承诺未来我们一定会带领我们的团队提供所有的顾客更好更大的价值，和我们的顾客携手创造美好的辉煌篇章。感谢 JCI 客，感谢 WEA， 明年见。